找漂亮空姐拍片，高丽航空扭转形象。北韩国营的高丽航空公司日前被外国乘客偷拍，提供的飞机餐就是这么个面包，加一片肉和一片生菜，疑似叫做汉堡的东西。为了扭转形象，高丽航空这一次自己拍了短片，还在网路上公开。当然啦，这一切都要感谢永远的主席喽。哦，对了，他们的飞机餐也改成这样了。动新闻，感觉回程的有缩水报道。